直接就被匹配。我这个东厂有一点很好，就是我从来都没有输过，一直是白板，结果又输了，那输了就输了呗，对吧？我这里只是希望和他切磋一下，打一打，打一下嘛，对吧？本来也没有说是怎么怎么样，这小胡子还没有换。哎，这小胡子，你看我的血会不会有一个掉的，掉一丝的有吗？这个算不算掉了一丝？掉了一丝血，哎，不错不错，这牛也打了掉了一丝血，不错。我们今天12点要搞三阶魂真身，必须要那两个红色的，其实要一个红色的两星的魂圣魂核塔换鬼。下一次，好的好的。主城有没有皮肤不知道，但是会很厉害。谢谢哈皮送的粉丝团，谢谢诗恩，谢谢欧阳峰，谢谢白乐，这是林飞扬什么的，我们都不需要看的，直接揍就行了。然后有个大佬，他告诉我，限时充值就这一天，今天不动，明天就没有豆凯了。我问一下这个客服，限时充值就只有今天一天吗？应该不是的，我待会去看一下。要你给管理，我给不了。老板发话了，好的好的。上次我给房管还失败了，我就说出来都怕大家笑话我，又打小胡子。这武汉以后他都拿不到这个的第一，特别的惨。先来个回关吧，关注您一下，然后我看一下怎么样设置。这打过小胡子的，就是大家这个不用担心，之后房管想方设法一定给你上上，好吧？我明天去查百度，去查知乎，也一定给你把这个房管上上，这都不用匹配到那个谁武汉。那我们先揍他吧，我看一下这客服。应该没有和我说过，是说只有今天有啊。活动期间仅限参加4次，我们现在是充了20多万了。先把这些人揍一下。我输了吗？林飞扬把我揍了。好了好了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老板说不要怕碾压不了，只要穿一件多，哪有不能碾压的道理？老板说对。这林飞扬是吧？再试一试。这是怎么死的？揍一下敖天意。狐狸的魂环其实它限定的就那么几个，剩下的通用的它已经很完美了。狐狸的魂环再调基本上没什么机会。这里我们这些家伙怎么血量掉那么夸张？打一个这玩意儿，血量还掉那么夸张吗？主月主不了了，林飞扬在上面啊！我想再揍他一下，但是现在揍不着。啊，待会儿我们再切磋他吧，再切磋3把，好吧？我们先把这个武汉给揍了。梁佑是我们这边的，车友节奏了。刚才牛是第一个死的。好的，问题在这儿，牛不能带转攻为守，容易猝死。后说过很多遍我都不听是吧？他有的时候这里面这个魂环都太复杂了，过于复杂以至于会出现这个 bug。这个牛的血量是最重要的，没事啊，别担心。我们今天先把这第一拿下，别的都好说。牛不要转攻为守换元素星核，这个可以的。元素星核其实是挺厉害的，这是直接切磋武汉吧？丁香啊，切磋一次，然后接着就切磋武汉。先看这个牛是怎么死的。等一等，丁香的话，他为什么能先打我的狐狸呢？这是 AOE 打的吗？他还打了好几次，这牛差点死了。杀他一个草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输出对比啊，看一下狐狸的输出高还是这个月刃的输出高。月刃其实呢就是这个血月，这里打起来其实有点勉强，我感觉。我靠，已经死了，这丁香我们都做不过，应该是爆锤他的呀。我靠，我们这输出打不出来呀，各位。他一直在发呆吗？单带月刃，有点奇怪的。连飞扬我们再斗一下。看来我们这个任重道远啊，我们这血压抽了那么多，他们肯定没有拉那么多啊。我的月刃是很菜的，因为他现在没有输出，他魂环不够，但是靠狐狸一个人还揍不了他。没关系，各位都看我笑话，各位之前说要主月刃的都可以看我笑话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打回去。这东西可以调的呀。这里你看他就暴毙了。林飞扬他刚赢了我对吧？但是这个伤害确实打到牛身上很疼，我感觉熊还是挺能扛的。月克制狐狸是吧？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就有950的荣誉，对吧？那我们过来，一回模式兑换19个。来，我们转换一下，这可以转的，怕啥呀？别担心啊。月刃找熊，大力金刚好，来一个，我要这玩意儿。好，月影魅狐可以了。我们的狐狸其实是有这个月刃的加成，会变得更厉害。先等等。不动冥王身，这里是影月袭和一个月之复仇，我们要月之复仇12个，好，直接给月之复仇 ，nice。关键时刻老掉链子，我没关系，还有机会嘛，对吧？再来，月狐魅影，他这种限定没有上的话就特别的菜，然后再来一个，现在再去打，这丁香是吧？来看一看，别着急啊，丁香再切磋呗，4级才能上，什么鬼？再来啊，没关系啊。现在这个月刃，刚才你可以看到他月刃一点输出都没有，现在这个月刃应该输出能增加不少了。但是最重要是我这里的这个别死，牛别死，
坚果的话应该是很肉很肉的才对，不然白吃我那么多雪茄了。如果各位要走单极限的这个月刃，参照他这个阵容就挺好的，他是两个肉魂环，好，不就赢了吗？对吧？好像很轻松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输出啊，这输出也上来了，最重要是我的天狐有输出了，之前没有月刃，天狐没有输出，这是什么个意思？就很奇怪，应该是触发了隐藏 bug 了。再来打下武汉，月刃不要带圣灵之力，我知道那个位置是留给他的第四的限定魂环，我们就是差了一点点荣誉。哎，武汉的牛怎么一下就死了？感觉他连这个金身都没有放出来啊。好，他没了，等级已经够了是吧？先到99级再说吧，我是比较看重等级的。好，你们还要打谁？我们要不要一个人再打一遍？各位，丁香刚才一遍不算是吧？我们再打一遍，三局两胜，再看一看吧。我们还有一个限定没有上啊，别担心啊。这个游戏里面的天狐和月刃他们是相辅相成的，具体的怎么样，其实可以之后你们去看一看，这里有说不太清楚。牛换魂环是吧？其实还行，主要是我之前打他一点输出都没有，我的那个狐狸啊，先打他，你看他血量开始掉了，就不怕了。只要是他血量掉，就没有触发这个 bug。好，他死了，他杀了我一个月刃，还不错。好，连飞王再打嘛，对吧？看下这个输出，这两个是输出还可以的，但是这个单极限确实厉害，确实厉害啊。有一说一，现在你们没有那么难受了吧？再挑战一下这个连飞王是吧？来切磋，资源给牛是的，但是刚才有人说转攻为守不适合给牛，我其实很难受，因为我的牛的这个攻击那么高，他这个转攻为守其实还是很重要的。魂核没上，我的真身是二阶的，不是我没有上，是我的二阶不明显，看起来比较丑，抱歉啊。这儿在焦灼着，但是他突然暴毙了。这个还没有死吗？死了，全都没有了。还要再打几遍？你们说，要我打几遍我就打几遍，但是现在应该是比较轻松的了。虽然是会有这个被他越战的这个可能，但是呢问题不大，我们是赢多败少的。周末特会要来了，魂环之患要来了，那个无所谓，然后我们就等12点吧。自然赐福给牛对吧？牛我看一下，现在是给的是他，给的是塔，塔其实不需要，其实塔也需要，但是不是那么的需要。我们先随便换一个，这边塔换转攻为守没有用的，各位，这不屈一指需要泰坦治愈，我了解一下，我不对这个不了解，这红衣星还没有出来，所以这个不厉害的，这只有红衣星激活了这个才厉害。受击时有10的概率触发，进入这个守备状态持续5秒，五秒钟之后自然获得这个伤害的这个护盾，其实很一般，前面这几个属性很垃圾的，这个没有到红衣星就是个垃圾。其实如果把这个换自然赐福，这个牛一下子就要肉很多，这儿的借力打力可以先不换，它可以不用换的，后面黄金龙还可以弄，是的，黄金龙还有真龙血脉也可以弄，别着急。然后这儿积分商城其实可以再抽一点，把这积分拉够这么些材料，但是这个呢不着急，就把这个拉一下就行。可以换一个闪神圣，是的，但是没有必要啊。接着背包里还有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来了解一下。我们现在是比较缺这个海神类的，就直接开了，尽可能不要浪费这个空间。接着我们去给这个魂环换一下，这里的九尾天狐已经是红衣了，那这里的胧月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升星呢？我们找找啊，胧月要4个，先给它升吧，它是紫衣，但是也有可能先给这个牛去升，它的这个万象无量需要3个，必备魂环还是很难得的。它是队友处于濒死状态时将其吞噬2秒钟之后突出，期间队友就是无敌嘛，但是没有办法释放这个技能，没有回复这个生命，这个其实不是他自己变得很肉，是他让队友不要死，万象无量是这样子。闪环的话我们现在有2个生命，一个皮糙肉厚，还有一个是怒火中烧，这几个都很有用，特别是闪生命有人叫我换的，但是它是生命越高受伤越少，减少50的伤害很重要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刷塔，是的，这里面腐蚀之刃，哎，这个先留着吧，这个不是那么重要，有可能随时会被换啊。这里的生命之种可以给他，但是我更想把他这个多升一升。这里的神化身给可以给他多升一下啊，这个没有问题。神化身这两天打的很多啊，泰坦整上去，转手为攻不要了是吧？你们说这个容易触发 bug， 这个专属客服的话，别告诉我明天这个活动就没了，这个就操蛋了，不可能就只有一天，我觉得留着吧，因为那个东西想要置换随时都可以换。大家说的意思是，仓库里有这么两个东西，我找找。你们说的是这两个闪置换魔晶，这个东西随时都可以换，这个不用着急的。天青龙应该给牛，我看一下。
给牛其实是不错的选择，但是这个需要攻击加血，这个需要攻击造成这个真伤。我试一下吧，大家都说这有 bug 是吧？那我不要这个天青龙了，天青龙是给谁去了？啊？给月刃去了？这别呀！来转攻为首，换一下，换成天青龙。上次我们把天青龙从熊的上面拆下来以后变得很菜，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红衣系的这个技能非常的英霸。这里面我们再换个谁？转攻为首的话，换一下吧，提高一下生存能力。有人说月刃要带一个破甲，那个破甲是辅助魂环，它本身不需要的，就堆输出就和这个一样。破甲的话是辅助系魂环啊。有人说泰坦给牛，泰坦不是红衣星，现在先不给，那个很拉的，非常的拉。我说话算话的，那个就是很拉。这里已经第一了，其实现在随便揍他，先等等吧，先等他追赶一下，我们先不用着急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地狱之路，现在我们是403关，领取一个这个材料，这个材料杀戮领域直接给第一角色拉，拉满为止啊。它是造成伤害提升，受伤降低提升，这两个都很好。驱逐争霸我们就不要报名了，一定要比这武汉战力低，我们才能打这个8005的。这真的把转攻为首当宝了。等等吧，转攻为首毕竟是一个紫的，是吧？紫一星还行的。顶也不要转攻，顶是有真伤的，我知道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到时候看一下他这个输出呗。来，我们切磋一下武汉，把他打了，看一看呗，对吧？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顶伤害是多少，然后待会儿再把这个转攻为首。换一下，看这顶是多少。转攻没有用，容易暴毙。怎么给谁都暴毙？刚才是说给牛容易暴毙，现在我看一下这个牛还容不容易死。刚才是谁杀了我的牛？是这个连飞扬是吧？这个武汉太菜了，我们去打别人吧。他根本打不死我的这个家伙，但是他杀了我一个月刃，还不错。月刃死了，现在是天虎和月刃的对决。我靠，好吃力啊！泰坦明天换，明天晚上就是红衣星泰坦就上了。别担心，我们试下这个连飞扬。哦，不报名是没换武魂的阵容，那也够打，够打了。实在不行，武汉保底呢。我现在报名了，我就没有机会出战了，兄弟。我们打的是8005区，这里看一下这个牛能不能扛得住了。之前这个人把我牛给打死的，现在你再来，差一点，他的顶没有了。我们这顶有点太肉了，现在转攻为首好像不需要也行。他没有了，他还是把我牛打死了，输出好高啊。看看这输出的话，顶的输出其实可以忽略不计，他就负责肉，负责辅助就可以了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8005区有大佬，但是他只有2.几亿，没关系啊。实在不行，还有那个谁去收尾呢？别担心。或者我们可以搞一个骚的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战力卸了，卸了以后我们去报个名，但是不要，得要卸个3000万的战力。装备都卸了吗？卸不下来啊，卸下。哎，好像不应该卸主角啊，抱歉，不应该卸主角。卸点别的，这几个角色的武器我就卸了，应该就够了。好，3800万可以报个名。哎，没有更新成功，我上次是870万，我的天，等一等，1000万还差一个。好，3.95亿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更新一下。好 ，nice， 我可以出战了，而且一定可以打赢，没有问题了，各位。所以这武器加的这个战力是真的虚。这风情怎么掉那么多东西？魂核、淬火手、魂核、饰品、魂核那么多吗？这21点、31分、33、35、35，都打这个机关蛇。他打的应该是 VIP 8的 BOSS， 我知道了。他现在才用那个手令，小天他不出来，他缩在壳里不出来怎么办吗？怎么少了2000万战力？没有，就是4.3亿啊，暂时没有少。魂核不赌，100%合成，我不敢赌了，兄弟。夹到魂环不好打，先把这个限定上了再说吧，别的没什么好调的。我有的就那么多，顶多是让接能肉的再肉一些，然后能输出的再多输出一点。拿了令牌，令牌不用搞，令牌不好搞的。我们令牌等到其他时候他神剑翻倍的时候，再加上这个晚上8点的这个加成，然后再去打，那时候再使用这个令牌。塔的装备给牛穿，都穿了呀，兄弟，这都是600的武器啊，都给牛了，这已经是最好的装备了。这是塔的这两个可以给他，不过也无所谓。神界现在没有人，明天11点来啊！明天早上11点来，揍死他们！60%基本能成，80%大概率能成，100%一定能成，是吧？能不能说下我不知道的，这可能还要再卖他们这个修罗啊！等一等，80%基本会加，是因为80%教训特别惨痛。我们这里先等等吧，12点之后把这个特训拉一下，到时候再看一下要抽点修罗，反正到时候要充个6000至少。最重要的是这个斗罗客服，我问有没有其他这个专属客服吧。我们来看一下利文塔能打到多少重，他们都打到23重了。来试一下吧，我们应该也可以打到。
这里的话一下子就有好多必备的呀。你们建议我必备开一个什么比较好？开牛的还是开我们的月刃的？天胡我玩得起吗？我觉得我应该算是这个区为数不多能玩得起天胡的人了。这个观众好嚣张啊。好，有人说大家都说开月刃，我也觉得，因为牛的话它就是吞队友，它不会让自己变得更肉，可以打到三十层吗？你看那武汉你就知道我打不到三十层的，没有比他高那么多吧。你早就一级神了，牛掰，好厉害哦。所以赶紧来学习啊，对吧，怎么样比你更快的到一级神是吧。好，月刃多搞一搞。有人说我现在是玩不起的，天胡应该是以后会越来越厉害的，别担心啊，这点我也清楚的。所以我就想着我们之后还要再玩一个月，如果说月刃不稳定，而且天胡后面会越来越厉害，而我的资源又比较多的情况下，优先这个天胡。可以打三十也要试，不是看我这个战力的，我这个是虚战，也要看我这个开服天数，我打的肯定打多是吧。好的好的，托您起见。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啊，哎，比如说知道明天这个修罗返场了，然后进当天最新开的一个区，然后呢直接把各种东西拉满，然后呢武魂也置换完之后开始揍，直接把这塔打到个二三十层，到时候那经验啊都溢出的多的不得了，你直接可能前三天的那个杀戮之都和学院全都不用打，你就直接排名第一了，就是如果你是 V15 的话是这么回事。谢离殇，这个看起来好没有感觉，又是无聊的刷图，但是以前我们一天都刷不过 一关啊，特别难受。狐狸要四阶才肉，现在出的武魂都吃真身，我现在主要才两阶，我的三阶应该会好一点点，但狐狸如果只是要肉的话没关系，我雪茄拉的差不多了，而且还可以再拉一点点雪茄让它更肉一些也是可以的，喝五瓶加酿也不是不行，可以的可以的。五角色99级才1.2，那你是很有耐心的一个人，很有毅力啊。塔可以换蜘蛛或者鬼魅，好嘞。有人说凤凰服3000万就有30重了，那请问我之前3亿的时候为什么只打到了16重？我那时候也尽力了呀。蜘蛛刷图是很厉害的，用蜘蛛也许就真的到了30层，真的是。而且这里的特训我没有拉，对吧？我们先打到不能打，然后再吃酒，再拉特训，又可以再打一些，别着急。神界可以搞事情，明天11点早上哦，可以来，周六哦。今天晚上我要熬夜剪点视频了。蜘蛛现在刷图基本替代了鬼，地狱榜的大佬很多都是换的蜘蛛，但是蜘蛛不一定强，打架不一定强。毕竟不能所有的优势都被一个武魂给占据了，现在看得很轻松，但是他待会儿难度就上去了。我们先预约个25重，这没太大的问题吧。主城的话我也会搞，但是呢需要等一等啊，我们明天问一下这个客服是什么时候有这个限时充值，他这个限时充值上次是持续了3天，这次应该不会只持续1天，别着急啊，别叫老公，叫七老板老公啊，我不是好，对吧，我只是来这儿帮他打工的。明天早上起来剪视频，但是明天11点还要做这么直播什么的事情，真的挺忙的。这么多粉丝陪我不熬夜，那我的视频观众呢？我一个视频都有好几成千上万的这个观看呢，那些观众怎么办？置之不理的话，那我以后拿什么生活是吧？应该请人做剪辑，但是小姐姐剪辑，我觉得，剪不出精髓，以后可以让她试一试啊，别着急。这打的好无聊啊，我们已经拿到了8个必备了。今天这个月刃可以好升了，是打到了10层，他要退出来一下。提醒你，你终于又过了10关。龙都废了怎么玩？龙不废了，大家怎么玩新武魂？其实不仅是说你要三期要换这个新武魂去赚钱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必须要有新的东西出来，才能有新的乐趣，不然搭配都死了，就没有变化了，大家都没什么乐趣了。这游戏就是要感受不同搭配的乐趣啊，所以就得要出新的，这个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剑骨明天出4阶哦，有的武魂它是不能搞到4阶的，比如凤凰就不行，它没有4阶武魂真身。这儿已经是29重5层了，好，最后2层了，哦，已经是第10重，第10层啊，看下这输出，都没有看到，就结束了，哦，最后还有一个30重吧，好，还有一个30重，今天肯定可以通关了，没有问题。什么是抽城主之后你就知道了。好，最后一点点啊。这儿看不到这个输出，只有下一步和确定。来吧，30重10层，差了一点。这一关没有打过，看来最后一关有点难啊。我们直接拉个特训就过了呀。对，海神充实玩的有一大堆，这个真比不了。这世界上的有钱人是真的夸张。这儿没有跳过了选项了，但是这个输出已经很爆表了呀。为什么刚才没有打过呢？
哦，这是这个天津牛蟒，这血量掉得很慢，是吧？输出刚才是有点不够，应该是。等一等啊，各位，把这个铁甲的蟹打了，先打它，14秒打18血。哎呀，还不太够。这真的是缺输出啊！他还晕住了我吗？我的天，再升一级，这差的不是一点啊！我们现在喝酒应该没什么用，但也喝一下呗。这游戏其实很多地方我都挺注意这个节省了。现在我呢就赌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武汉他的职业不是打游戏，我的职业是打游戏。现在所以我能比他做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去揍他们的其他的人，目前是这样的安排。至于武汉，我觉得最好来个五开的情况，也许4-6开比较好，对吧？他打我能打赢，但是我打他也能打赢，这样一个是最平衡的一个状态。现在我们就再挑战一下利文塔，实在不行我们再把月刃的他的必备给升一下级，升个2星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甚至可以升3星啊。这游戏差我礼包差好多了，昨天差4个，今天差了2个。哎，这输出有了呀，只有15血了，他30秒的足够了，怎么会那么夸张？这加了10的攻速，好了，还是差了一点。他怎么又把我定住了？这 boss 你看还差了7血、6血。我们明天把月刃的另外一个魂环、另外一个限定拉满，应该就差不多够了。现在是一点荣誉都没有，来，我们拉月刃龙月。我们要开几个？先开4个，再开5个，好吧？我们开个9个，这儿有32个，那么夸张的吗？彼岸花冷月是在最后。转攻为手换了是吧？哦，可以的。这儿我们可以调下魂环，其实很简单的，4个，再来5个，1个，2个。这牛好像真的不怎么吃它的这个必备啊。3个，4个，我们先连升2星，再稍微调一下这个魂环。我忘记了，这个魂环是可以调的，我忘记了。毕竟 PVE 和 PVP 的还是不一样。这里先升星，分筋错骨3个吃了，还有6个，还有5个，再吃5个，劣势本能吃了。龙月差7个，直接升紫星呗，7个哦，开起来，1个。6个，这选多的话就离谱，他就什么用都没有了。这儿要吃4个，再加上8000万的这个魂币才够，加上一个高级魂种内丹升起来，好，又加4万，这个无所谓。他这个输出，想想再搞高一点啊，他这个输出其实啊，这个是天狐的，这个东西搞一搞，这3个不要了，腐蚀之刃来一个，这边还有输出型的吗？找一找，输出型的没有了。转攻为手可以替换一个接力打力啊，这儿也差不多，这两个可以先替换一下。玻璃大炮来一个呗，生命之种不要了。死亡印记呢，提升一点伤害吧，这儿多上一点死亡印记啊。各位闪生命不要了，永恒来一个3星，这儿我乱搞的，待会儿要搞回来哦。再来个死亡印记吧，刷图拉狐狸，狐狸已经够了，已经满了，升不了了。现在酒也喝了，特训加成没有了，拉一下。永恒别下，不是神圣别下，他不缺血量，没关系啊，先试一下。我们现在是要堆输出，防御可以尽可能的卸，最好一个优异把这些全清了，就打这个天津流氓。40秒。我这天津蟒还没有开始掉血，难的难的，我这两角色直接死了。好的好的，这两角色不能死啊，他们很重要。哇，邮件来了，各位，邮件来了，这里先等等。哇，邮件终于来了，你们怎么看的？那么灵性的吗？这塔千万别死啊，借力换个啥？神化身来一个，这家伙都死了，闪生命来一个，
这个其实可以堆一下，这里搞一个。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地狱之都，那个晚上挂着刷。这儿还有3分钟，再试一下。他是在打我的牛和塔，这儿一下就死吗？好了好了，不管了，来吧，我们看下这四个应该是昨天的一个东西啊，这个是昨天充的，这么几个，这是16000的那个，今天的还没有到啊，今天还没有到，各位，这儿我先领了。我们其实可以搞一个腿的，现在已经是有四个生产成营了，我们还能再开，这里这还有5个，我们先开到6个啊，开到6个以后去合一个腿，腿的话出售一下，牛是触发不了啊，不是红衣不行的，这儿有一个唐门护腿，这儿有2件，腿多少啊？还有2件唐门护腿吗？一个两个可以了，谢了，今天终于可以合一件了。我等这6个等的是天昏地暗，换载他们护腿放进去，牛是一下子就死了，他们有什么用吗？那个能加多少的减伤？没有用的呀，各位。现在给牛来一个，给塔来一个，战力其实没有怎么变呀。这里的16个，接着给这个吗？消领共鸣，使用3次魂技之后，能够获得共鸣增益，提升自身的这个攻击和生命。这生命有点用，但是用处不大。淬火石可以随便收，但是成营收不了，收不来。你们这个玩的不是我们玩的游戏，我们玩的不是一个游戏啊！抱歉，别瞎指挥。这家伙为什么不死？是因为他直接去打这个东西了。这天狐和月刃有点肉的，你们非要说他能给牛，可以的。这个自然赐福是不需要的，对吧？它是一个近战，它是能加技能伤害减免，伤害减免，生命归还二，但是别的都没有。它是受击有10的概率触发，它是要持续5秒，终结束之后才会受到这个护盾。他坚持不了5秒，进去直接死，有屁的用处，你们都不会玩游戏啊？死亡技没有用，那你说嘛，搞一个什么？雪茄我现在暂时不收，有可能我明天就直接充满了。其他人都死得很快，哇，这个顶也死了，这顶怎么能死呢？牛定义是肉，但技能全是辅助的，是吧？它不够肉，这个我也发现了，我们现在。比之前稍微快了一点点，哎，没有，刚是9血，现在是8血，没差多少呀。魂核升级没有做，抱歉啊，这个我忘记了。我抽了很多这个材料的，分解一下，他给了310万的材料，这个很夸张的，来升吧。这个能升到100吧，应该是。我们先把低角色升到100。啊，足够的，哇，100还没有升完啊，它上限是多少啊？各位，你们谁知道啊？有时候修罗给牛，那都是秒死，没有用啊。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，咱的这个牛是真的顶不住，咋回事呢？到时候研究研究啊。哦，上限是200，好的。其实好像可以拉满啊。生命攻击防御，其实生命防御这两个属性更适合给这个牛。这牛我想多升一升，这牛先升到100好吧，剩下的给第一角色拉满，然后再给第二角色拉。这牛需要这个生命和防御的，对，200耗的太多了，不太好。给他们先拉一拉呀，这也加不了多少的战力。把那个破坏人玉已经是玉了，我的镇月之玉没有错的，还有一个是叫做镇月之魄，但是它就是不肉，也可能是这个 BOSS 太变态了，触发了什么 bug 的机制。哦，你有 bug，应该是这个道理啊。牛有 bug 的，所以打不过，他就一下就死了，我就看不懂。双核必须要牛，好的。牛死很正常是吧？这儿一个拉满才花了50万，这里面再把这三个拉满，其实也只用花一点点啊。把这几个都拉到100，再给第一角色拉吧。后期牛都要带冰熊，好的，后期还有各种好的魂环啊，别着急。这就是在拉虚战，至少我有虚战可以拉，你有吗？估计够呛吧。我牛带的就是镇月之玉啊，没有带镇月之魄。有人说牛换成猴子比较好，其实这个游戏你不能说他想的一定是错的，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观点和见解，可以出现岔路口的地方太多了。三阶牛需要拉是吧？我们先拉前2个角色吧。牛的话先放一放，
实在不行，香菱也可以扛一下吧。有人说塔回头换成天使，那也要等一个月之后了，各位。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他非要说我家的战力是虚战，证明他很有文化，这点很费解。我还能做啥吗？你用四阶就很厉害了。哦，懂了。塔是九盾，七九换盾啊？你怎么说那么别扭呢？别换天使了，没有人扛。我现在不考虑这个问题，现在这个问题离我太远了。但是这个材料咱是抽的是真的多，这两天加一起啊，不是昨晚上和今天晚上一起抽的，还有今天白天抽了很多。丁香就是三级牛，他有两个三阶武魂真身啊，所以他很厉害。感觉前期剑骨会很厉害，你拿剑骨和我们这里的其他人打一打呗，你抽一个号，找一个战力相同的去切磋一下，试一试就知道了呗，多简单啊！流量都不够看了，抱歉，这个画质那么的低清，你也承受不起吗？看来我们直播时间太长了呀，需要缩短一下了。我们魂圣就100%合，不冒险了。我今天炸了三个，很难受了。我原本打算啊，能稍微赚一两个魂合，我就很满意了，然后其他就100%。结果我还亏了三个，贼难受。但是你转念一想，冲4万就有了，其实也不用那么难受。但明天12点好像不会三阶了，因为那个奖励还没有到账。好，现在我给第一角色多升一下，他现在还有100万的素材，先升到150啊，平均升。这材料快用完了。卡换成泰坦是吧？好嘞，你给我张卡我就换。第二个位置不给牛啊，一般是第三个位置给牛，现在已经可以升到170了，差不多都要满了。好，2万素材不够了，一下子升完 ，nice。虚战又多了600万呀，对吧？我好难受啊，怎么都是虚战，又加了600万的虚战，我好难受啊。现在我们就爬爬那个什么塔吧，这个600万不够看的，根本打不了这个裂魂塔。等一等啊，别着急，现在我们就去把地狱给打了。这小天也来了呀，来切磋一下，看一下他这个人，咱们能不能揍过？他是40级，我们50级。他是主月的，但是他这个就直接死了，这个是什么角色？这个我不清楚。现在竟然有些僵持。我的牛死了，又暴毙了，别吧，还打不过小天，这成何体统？干这个输出，我这月刃换一下估计也不行，主要是他这个输出怎么那么猛？那是鬼是吧？反正等狐狸三阶吧，主要是这个三阶还不够，明天搞三阶应该就可以了，到时候试一下，别着急，实在不行我们调下这个魂环，把这个别人主的也能打一打，但是就做不过武汉了，别担心啊。主要真身我们之前全都爆了，很难受。